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讲解这个第22届韩国语能力考试1级，就是阅读部分的内容啊。阅读部分是这个1级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阅读部分的量非常的大，然后呢，就是题目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考试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呢，千万不要就是做不完这样的情况发生了。那么今天讲的是这个1级的第一个部分，因为非常长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从第31题到第45题的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。第31题呢是看这个图，这个图上面给我们了很多信息啊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单词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，다음은 무엇에 대한 글인지 고르십시오。这是关于什么的一个句子呢？我们来读一下。모르는 단어가 주머니 속으로 啊，不懂的单词呢放在这个주머니是袋子、口袋，放在口袋里面。언제 어디든 어디서든 편하게 찾아보세요。什么时候在哪儿都可以，然后呢非常方便的找一找吧。那么是什么东西呢？单词在这个口袋里面，应该是关于字典方面的东西吧？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지도，지도是地图啊。第二个呢，卡邦，卡邦是书包。第三个呢，손목시계，손목시계，膝盖是表，那么这个손목是这个手表的意思。那么第四个呢，전자사전，사전是字典，那전자사전呢，电子词典，应该选择第四个。对吧？这个很简单，一般的阅读的第一道都是很简单，给我们送分的啊。我们看一下第32题呢，是关于什么？它好像也是一个广告吧啊。처음처럼깨끗하게啊，像新的一样，처음，新开始的意思，像开始一样的干净。처음처럼오래오래，像新的一样，长长的、久久的啊。오래된때도싹지워드립니다。这个오래된，这个很长时间积攒的这个 day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污垢的意思啊。싹 是一个拟声语，它也表示刷的一声，刷的一声呢就帮你弄干净，지우다，擦干净的意思。하얀이내로오세요。这个하얀다是这个하얀다是白色的意思，那么加这个내表示家。翻译过来"白色之家"，来，请来白色之家吧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可以给我们把这个东西弄干净呢？我们看第一个목교堂，목교堂是这个什么洗澡堂啦，洗澡堂。那么처음